空军宣布，8月7日到8月7日这三天，在台湾附近六个海峡进行军事演练，民众烦恼，敢会影响飞零机的航班？会啊，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，而且会造成百姓的恐慌啊。应该是会不方便啦，因为要绕来绕去。记者靠民航局和航空局，民航局讲还未收到资料，不过这标准作业定时会由航管会经民航局撇开演示区域。航空局回应相关措施要来讨论，有进一步再对外说明。前民航技术认为，目前台湾的飞联机若要飞去东南亚，会对北部飞去南部接外湾，台湾要飞出去，可能当两空棚。不过若是国外的飞联机，敢讲嘛爱两空棚。就算要绕道，也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飞机要绕道，其他飞机搞不好也绕道，其他航空公司、其他国家的飞机，它都要绕道，所以结论还是一样，还是会发生非常非常拥挤，甚至是无法飞行的情形。中国军事演习恐惊，唔仅影响民航，嘛影响着空运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讲，他们在演习，一定会把飞机呢稍微呢就是说调整。目前还算是正常的。不过，消息来源提供的塔台飞行广告，明确列出六大危险区域的警卫道，拢是中国军事演习的所在，搁直接禁止所有飞行器进入这区域。目前民航局也未证实。不过，若真正是事实，以桃园机场来讲，安生四号会影响的航班，总共有109班的客机航班，搁有58班的货机，无法度照原本的时间飞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